好，那么秀秀呢？老师为咱带来一首好听的演奏歌曲，叫做《苦尽了心罗汉呐》，啊，搁一首另外一首歌叫做《马纳纳罗乌达》，马纳纳就是香蕉嘛，吼。这是日本歌曲，俺哥当时做《马纳纳罗乌达》非常好听。台湾的金蕉嘛，哎，对对。好，那么我们来欣赏这两首郭老师我们带来的，谢谢大家。谢谢郭一南郭老师，我们带来非常轻松好听的夏威夷吉他乐曲。